狗子，到了那头，自己多吃点好的，啊，别再天天饿着肚子。报告排长，鬼子又打来了。同志们，连长走之前特意叮嘱咱，无论如何都要守住这儿，绝不能让鬼子们过去。之前这帮鬼子已经冲了八次，但每一次都被咱们打得只剩下一堆尸体跑回去了。我相信，就算他再冲十八次、八十次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同志们，有信心没有？有。好，都是好样的，能和你们在一块出生入死。我三元从心里边觉得痛快，我从心里边感谢你们。记住了，就算战场上最后只剩下你们其中一个人，也要给我死死的守住阵地，绝不能让鬼子冲过去。记住没有？记住了。准备战斗，给我打！小辣椒，啊，你兜里有纱布吗？先给团长擦擦血。你干嘛呢？快点啊！快，马上抬医生出去，立刻准备手术。哎，小辣椒，咱们昨天刚到的药呢？先给团长拿过来。好。敵出す陣地が崩壊寸前。我らがもう少しやれば、奴らをバラバラにして食い尽くし。今吉田の情報はどうだ？吉田少佐は敵の艦長の鉄砲を受けた。だがすぐに目の前の敵を消滅できる。よし、敵を向こうへ増援するのを塞ぐために、一将令を出して奴らの連絡を断つえ。奴らを完全に断つえた後、全部消滅する。はい。武士さん、关镇山、数中独立一致だ。お前は一人も逃げられねえのだ。我らの最高の中隊も出させろ。全員攻撃に参加する。はい。ハグくん、ハグくん、陣地の後ろは国民の軍が割れた。やっと人の協力です。何？ヒストの命が国民でおかしい自分を支援した。攻撃の部隊が北朝鮮を分けて国民だを狙撃しろ。攻撃を続けろ。続けるんだ。急げ。はい。
我们阵地遭到伏击了，哎，奇怪了，这一带除了我们这一支新四军的队伍之外，没有我们其他队伍了。团长，吴仁三，徐副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们前面那支队伍是我哥。没错，就是你哥的队伍。你哥早就想来了，但是上面派了人，他死活都不让来。你哥用枪逼着他。 豁出去了都要过来帮你，这些枪和弹药都是来支援你们的。太好了，这才是我哥嘛！哎，您团长呢？哎，我们团长受伤了，我现在是代理团长。哟，行啊，小子，啊，连升两级，哎，这你哥要知道了，得高兴坏了。哎，对了，你哥让我告诉你啊，他从正面攻击，你从后方攻击，还有一块阵地呢，那块阵地啊。 我们已经挖了战壕，然后你们打得差不多之后，就赶紧往回撤，我们帮你顶着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回去告诉我哥，说五十三谢谢他。等仗打完了，我们全团其他喝酒。班长，走了，走，你过来。都是七三员，让他带部队先撤了吧。剩下的事儿啊，都交给我哥部队了。去吧。是。
都是好样的，都是中国军人的骄傲。要是中国军队都像这支新四军一样，何愁抗战不胜？好了，轮到我们了，命令炮兵给我瞄准日军的阵地，给我狠狠地打，炸死这帮日本鬼子！是。 5km先で国民党の陣地を発見しました。約2人の兵力がある。部隊に伝え、全員引け。はい、全員引け。 医生，医生！啊，快点！大家小心一点，抬进去。啊！哎，医生！来人，把他抬进去。啊！抬进来个护士。医生，啊，小心点啊！ 我刚才听一个伤员说，好像五连留在阵地上的战士全死了，好像还有一个姓齐的排长也牺牲了。同志，啊，你刚刚说什么？那个姓齐的排长，他叫什么名字？是不是叫齐三元？好像就是他，五连一共也没几个排长啊，就是那个姓齐的。拿着。啊，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。叫。
岁月，你不是最爱跟我说话吗？我来看你了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岁月，你还和小时候一样。你看你出去一次，脸怎么弄得这么脏？没事，姐给你擦擦。干净净的走，这个仇，我们五连的所有战士一定会给你报。看到没看？这儿可比那个强大多了吧？说的是啊。三元，你看你像不像八戒？杀呀！杀！之前这帮鬼子已经出了八次，就算他再出十八次、八十次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牺牲的第一个战士叫小山子，很巧，他还是当时我当剃头匠的时候我的一个徒弟，当时他就死在我的怀里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，非常绝望和无助，让我觉得我自己特别的没有用。后来，兄弟、战友一个一个离我而去，我有时候安慰自己，打仗那就是要死人的，也许哪一天谁就突然间离开了你，但同时我也希望我身边的这些人没有一个
是下一个，我为的伤心痛苦的人。其实三元这孩子吧，他特别可怜，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，别看他平时傻傻的。 特别好，是我见过这个世界上最单纯、最善良的人。自从我爹他死了以后，我觉得。 是时候跟早野俊二算总账了。三儿，现在日本鬼子已经被我们给合围了，战场的形势你最清楚。说吧，你想怎么打就怎么打。一哥和整个三三五团都听从你的指挥，太好了，哥，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表示感谢。哼，臭小子，跟我还客气。这是打鬼子，于公于私我都得帮你。赶紧的，下命令吧。行，哥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斗胆向你下命令了啊。日本人要从争议方面。 过来三个中队的鬼子，支援早野俊二。你派你的人去堵住这帮鬼子，再把你的炮营留给我们。我听说你们最近在炮营里进了五门德国大炮啊？那行啊，那就让我们见识一下这五门德国大炮的威力，看他们能不能把鬼子全部给炸开了花。是，吴长官，坚决执行命令。好嘞。所有人听好。 把咱们团所有有战斗力的战士分成三个队，老冯、黑蛋，你们和我分别带一队。等我哥那边炮击声结束之后，我们带着三个小队，分别从三个方向插入早野俊二的阵地。前面机枪手和手榴弹开路，后面的战士都给我拎着大刀冲上去。我只有一个要求，无论是谁碰到早野俊二之后，都给我留下来。我要亲手宰了这个王八蛋。 还有李文远。
早野俊二那个王八蛋，他的人头就放在那儿，等着咱们去取呢。自从我们来到这边之后，我们陆陆续续的牺牲了127名战士，每一个战士都是有名有姓的人。今天。 早野俊二已经被我们困死，所有牺牲的战士，九泉之下都在看着咱们。今天到底能不能打上去，写下他们的名字？我们一起肩并肩作战，我们一起跟早野俊二算总账。同志们，同志们！
もし今増援しないなら、早野くん、早野くんは全軍消滅されるかも。バケロ、この前から出した2つの中台がもう限界だ。どこから呼ぶの兵力を制圧するんだ。早野くんが順調に引けるのを祈るんだ。それでは。カカ、カカ、もしもし、もしもし、もしもし。バカ。吉田大君。你怎么来了？扬州城正在被新四军和国民党军围攻，大部分地区已经被他们占领了，我们守不住了，我只带了几百人逃了出来。如果扬州城保不住了，大本营就没了，我们怎么反攻啊？都是你们这些愚蠢的中国人，当时赵魏军太相信你们了。对，我们这些中国人太没用了，跟猪一样，打仗不如你们日本人，还得成天看你们脸色，平时还得被人骂成狗汉奸。可你们为什么养着我？不还是因为我有用吗？吉田太君，你现在手底下有多少日本兵？200个有吗？我再说难听点儿，连喘气儿的都算上，也就100多个人吧。等新四军和国民党军打到这儿来，不还得靠我们这些中国人给你顶着吗？巴格勒，来呀！有种你打死我！如果你不想给早野太君报仇的话，嗯？武团长，黄司令员让您到小林庄临时司令部报到。走。黄哥哥，早野大佐は玉砕した。お前何つった？大佐は玉砕した。说什么？吉田太君，他说什么？
这到底怎么回事？目前我们苏中的形势啊，那是一片大好。扬州、泰州、南通等一些大的重要的城镇，在我们中国军队的反击下，相继得到了解放。特别是我们苏中独立一团，他们成功的消灭了大部分扬州、泰州的驻军。 而且干掉了最高指挥官早野俊二，为扬州、泰州的解放起到了关键作用。上级指示我们趁热打铁，一举把整个苏中的日寇全部消灭掉，最终和山东解放区连成一片。虽然抗战形势一片大好，但是呢，陈总指挥，同时。 也提醒我们，现在还有几个重要城镇在鬼子的手里，要我们抓紧时间把这些城镇全部解放。那么，根据抗战的形势和我们军分区的实际情况，我做如下部署：工人纠察支队和五团攻占米阳镇。 这是苏中独立一团五团长，黄司令员让他来司令部报道。你们现在在开会，你们现在外面先等一下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三团、七团攻占丰来镇，独立旅攻打永丰镇和界河镇，还有一个王官镇。吉田平章带着一小部分日军。 和从扬州逃出来的伪军流窜到了这里，但是现在我们能够调动的呢，就是咱们军分区的教导营了，用他们来攻打王官镇呢，兵力有些薄弱。<笑>那是不是可以动员一下周边的民兵和县大队呢？哎，现在看来啊，只能是这个样子了。让他们呢先把王官镇围起来。 等咱们把这边的活干完了，哎，咱们再调动兵力，消灭王官镇的敌人。好，作战部署就是这样了，大家回去好好做战前动员和各种准备，咱们下一步呢，争取更大的胜利啊！好，散会。好，好，好。 就是要回去，今天的动作回去好好准备，这次好好准备。现在你可以进去了，谢谢啊，吴团长。哎，报告黄司令，苏州独立一团。 代理团长53前来报道。 哎呀，你呀，什么事儿这么急呀？连脸也不洗啊？不用，我太脏了。传令的同志说你有紧急任务，我就以为首长着急见我，就赶紧骑马过来了。 让炮火点亮了瞳孔，让青春模糊了血浓于酒，最后一道火线是你我的终点，笑着说要当一次英雄。